40块、45块，甜度可以调整，你有什么甜？大粉莲加仙草。中碳呗，然后你要加牛奶吗？要。哎，50块、45。妈妈要买。它这个会比较微甜哦，没什么甜哦。我要甜一点。甜一点就是牛奶少一点哦，要吗？要自己选择。好 ，OK。对，牛奶要换吗？哦，对，牛奶稍微少一点。好喝的黑糖手工粉圆，好，来，他要喝什么？什么现煮的手工粉圆，嗨，妹妹，想要喝什么？冰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袋子啊？先带他们过去找弹珠那里。好，我们先去找弹珠。好啊。40块，不要紧张啊！啊，你先拿着。谢谢。